is a restless wind that yearns to wander. Good morning. And I was born the next of kin. Ay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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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yo. We're out.两杯 morning coffee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海滩了。是的，海滩离我们大概50米吧，感觉。我看到他的帽子，他超可爱，他特别的可爱，他像夏威夷 local 的，他这两根是这样，像个小蝴蝶结。嗯哼。还有我的大白兔包包。对，这个我觉得是最可爱，这是，而且呢，我们昨天在 store 看到了那个大白兔奶糖口味的雪糕，奶糖口味的雪糕，所以今天打算去吃一下。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酒店门口。Like， 然后走对面就是有一条小路，然后想走到海，但我们刚刚走错了。而且我们刚才在酒店里面看的很好，我看了好几遍路线，现在手机又在敲那个地点，怎么这么走？这是个小路。OK， 我们就到了。哇！好凉快呀、哦！哈哈哈哈哈！清晨的夏威夷还没有什么人，店还没有开，景色很好。不知道在后面磨蹭啥呢。这裤腿还一边高一边低，哈哈哈哈哈哈 ！So funny！ 我们现在在往农夫市场走的路上，就是有看到可以教大家冲浪课的。你看这边人就好多好多，正经景点。对，我们走到那个农夫市场，就那个集市要50分钟，但我们准备走过去，这样一路可以看热闹。旁边就是可以购物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就是海滩。哦，那边还有一个卖糖果的。哎，你们看那个雕塑，那个人在冲浪，拿了好多花花。这棵树太酷了吧！我刚刚没看到这上面的鸟，好可爱。这是鸽子还是海鸥啊？鸽子吧。每个人占一个地儿。停下来看一看风景。OK， 前面是 Honolulu Zoo。 我们要穿过一个叫做 Queen Kapi'olani Garden， 是一个 garden， 所以它的地图是绿色的。哦，这个吧，这看起来现在右边是海嘛，然后我们即将不沿着海岸线，反正先走，要往那边拐过去之后快再往前走就到这个山上。嗯，它上面写着 Honolulu Zoo 的。哦，还有人打篮排球呢，可以看好。现在左边应该就是动物园，因为闻到动物的味道。后面有个公交站，我们刚才买了两张公交卡，一张是$9.5，然后它只能收现金 ，ABC Store 就卖，是。One day pass 就是你可以无限坐，但是不是按照票价这样子充值的。这边是一个学校呢，这边大学中学，感觉就是有居民区了。嗯，好，走喽。这个就是钻石头山了，已经。这边有个水哦。你看我们现在这边是阳光明媚的嘛，然后那边是北的方向，就雾很大，就可能会下雨。就说岛的南面雨的话会少一点。雄赳赳抢的呢，怎么？他们掉的果子不知道是什么，感觉像是香榧。这个鸟没见过，它好高啊，长得。好丑。它的翅膀去哪儿了？吓我一跳，这鸡。哇，还有一个小鸡仔，两只。看前面那一排白房子了吗？我们的目的地，呼呼，开始喽！小薇，小薇，好香哦！口罩已经戴上了。
安全防疫。哦 ，cookies。哦，这个大福很有名的，你想吃大福吗？这卖什么的 ？Taco。啊，这个是100% pineapple juice， 永远会有一家卖爆米花的。还可以带着走。啊，这是给小狗狗的，狗狗的粮食。这什么水果？这是不刚才树上长的那个？Central， 硬壳的。哦，这山竹，还有芦荟汁。哦 ，sushi。哦，饭团的对吧？两个人吃一个，也可以。Yeah, thank you.I can hold it for you. And here, and Corbin will set it for you. Okay, awesome. Ooh, get an extra bonus. This coconut 的话，它我们喝完它会把那个蜜给我们砍出来。Oh, nice. Okay, 那我们找个地儿吧。好，然后去取一下张宇成。Yeah. 你就直接吃。嫩吗？超好吃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巨嫩。这是我想象的味道。嗯。它上面是有那种碎碎的蒜末，可能炸过的，很好吃。鸡怎么回事？我哪是备份品？这有好多蚂蚁，它可以吃蚂蚁。给你几点一个。OK， 我们现在喝完了，准备过来把它给切了。感觉退休来干这个也行。Hello。Big one。今天姐姐说给我挑个肉厚的。哦。哦，真的。好吃，还 OK 吧，这个很特别的体验。嗯，哈哈哈，他的表情。我们吃的是一个东西吗？好吃吗？就不难吃啊，很软的椰子肉。是那个，有点咸味儿。我觉得挺好吃的呀，你吃吧呢。上公交喽，很快就到了。又是体验一切交通工具的一天。对，而且这个公交人好少。对，看我们后面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到商场里面喽，我们现在要去买那个长袖长裤的泳衣，过两天浮潜的时候用。打卡了一家公交店。最朴素的两个，对，它有很多种，但我们都不太想吃。夏威夷的咖啡好喝吗？巨好喝，这个就是点了一杯普通的艾斯拉蒂。它好喝在哪？特别的香浓，纯，然后味儿很余韵悠长，就一直在嘴里。看一下我的铜锣烧，很厚实。里面还有一块板，不知道干嘛用。你那是什么味道的？红豆的。哦，最普通的，就是很原始的铜锣烧的味道。就比超市卖的好吃，但是你要说它好吃到你一定要来打卡，我觉得不至于。正在 Target 是当地人服装的当当，已经完全融入当地了。你可以去砍椰子了。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日本超市，这也挺有特色的。路过一路流浪汉，给我俩吓坏了。是，我们每次嗯。这边果然便宜。那我在这儿买一块4.9。嗯，对，这个挺好看的。来，这个。嗯。这样。
这个是那个杯垫啊 ，floor buddy， 哦，擦地板 ，nice。我买了一个这个，就是夏威夷果仁的巧克力。Black pepper 云吞条，炸馓子呗。我们来逛一逛日本小零食吧。但我们俩平时都不怎么吃零食。就是花花绿绿的很好看，原来是糖豆的。啊，皮卡丘。哎，那你买一个吧。一袋饼不要。说这人把购物车和钱包都放在这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看到饮料了，看到饮料就走不动了。你看。OK， 我买了他们那个当地的小小的香蕉，那怎么说呢？有点酸的香蕉你们见过吗？是没熟还是怎么着？不过我们还买了另外三个，所以可以试一试，是因为没熟还是就是不好吃。哇，我们回到了第一天来的那个地方，它已经圣诞树点灯了。圣诞老人穿的是短裤，特色圣诞老人。我们刚才被这个人吓了一跳，我们在要等下一个受害者。可能我们会 give him away。我们终于回来了，天已经黑了，累死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吃饭了。看看我们今天的晚饭，饭团一号，饭团二号、三号，一份炸鸡，还有一个紫薯球，这也是当地特色，还有经典的木瓜。说 ABC Store 的炸鸡很神奇，它都已经炸完很久放在那，但是一点都没有软掉，一点都不油，这是捏出来的褶，但我们肉眼看是没有油的，现在是那个反光。听听声音吧。酥酥的，这个也好吃。它这个紫薯球，你看，应该是当地特色，有一点像甜甜圈，但它不油，它是纸碰了它都不会油。我给大家尝一口，这可比甜甜圈好吃多了。好浓的紫薯香气，它有点像我们的麻团，但是它里面是实心的，吃起来有点像面包，是这种松软的，看，好吃。外面是一种脆壳，我们要出发了！哇哇哇！太爽了吧！它跟石头长得一样。哦，冲浪的，冲浪的！哇哦 ！Aloha！ 哦 ！Thank you.